好吗？夕阳依然红了大地，我正在回家的路上。有没有人会唱啊？真的吗？蛮难的。为什么？还可以跟着哼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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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我有跟朋友约好要去骑耶，哎，可是在台中，所以就要敲个时间出来。哦，丰原车站那边有那个什么米什么羹啊，很好吃。嗯，你去台中的话，还要去逢甲夜市逛，东西超好吃。哦，很多东西好好吃，而且常常就是店家都会太晚。然后都是开心的，我们这些消费者。老店啊，就是那种当地一定要吃的那种。有看到这里好像都是芋头，这里的芋头应该是蛮好吃。对。芋头，芋头，待会那个荷塘居那边他们有那个芋头紫米，就还蛮好吃的。他说这里的芋头其实都是运到大甲，然后结果大甲芋头出名，然后没有出名到这边，很可惜。但是其实可能产地很多都是这边出的，结果大甲只有出一点点。对啊，其实不快是在台北人的个性吧，虽然说大家其实都是中南部的，可是在台北住久了就会感染台北要快快快快快的个性。你是几岁去台北的？我。